Hello， 我是 Kylie 啊。下午茶想探见甜品，不如就试下网店出品的松饼和巴斯克芝士蛋糕啦。首先是新出的小山园抹茶松饼，抹茶香浓甘甜，切开有澎湃流心。另一款有麻薯馅，好烟韧啊。另外还有泰式奶茶和白雀茶松饼，松饼外脆内软，点埋泰式奶茶酱食，茶味更加浓郁啊。这款意大利咖啡核桃松饼好有惊喜啊，吃到咖啡香，还有回甘的核桃，黑朱古力杏仁和冧酒提子味都值得一试的，还可以配白朱古力豆乳酱一起吃添。小店的巴斯克芝士蛋糕有很多特别口味选，推介 Baileys 黑朱古力味， Baileys 酒香突出，焦糖脆饼咖啡味都不错的，咖啡可以平衡焦糖的甜味，还有这款竹炭黑芝麻味，芝麻味超香。去入内文睇边度买啦 ！Yoohoo！